今天我们要来抽旧剑，大家都说旧剑就是你知道强度不算高，但是就是所以很多人都没什么兴趣。但我个人为什么会对这支有兴趣呢？看那个宝具真的是会想抽，你知道吗？旧剑呢，它是奈须蘑菇当时写的 Fate 的原型，然后 Fate 当时的原型亚瑟王还是个男的，他的宝具当然也是 Excalibur 嘛。然后他的宝具比较不一样，就是跟阿尔托利亚亚瑟跟阿尔托利亚他们两个的 Excalibur 不太一样。亚瑟的咖喱棒经过圆桌，要经过圆桌骑士的同意才是使用，有13个拘束，然后他一一点名这些圆桌骑士，然后这些圆桌骑士同意他才能使用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先来看他的宝具，一开始看觉得好像还蛮酷的，然后听完这个设定之后，好帅哦，干好想抽。基本使用要到6票，开越强越多，这样过半威力大大 up。然后6已经就是一个 modern 超强的宝具了。点名的人负责点名的是梅林，那他的两个世界线是调换的，像是那个就我们现在在玩的这个世界线，阿尔托利亚是穿成林子配的，然后梅林是樱井孝宏。然后在 prototype 里面，亚瑟是樱井孝宏配的，梅林是阿尔托是不梅林是川城绫子配的，超棒！相反过来。シール13、ミッションスタート。商人、メリビエ、ガレス、ランスロット、モードレスト、ヤラハット。これは世界を救う戦いである。アーサ有没有听完这个设定之后就觉得很潮，对不对？就像小贝的话，就是死剑只能对强于己者使用，加莱斯是非背离人道之战使用，兰斯洛特是不可对精灵使用，莫德雷德是此剑只能对邪恶之人使用，加拉哈德是此剑不能为私欲所用，然后亚瑟的条件就是此为救世之战，就是救世之战才能使用，然后在他刚最后一句就是此为救世之战，然后就砍下去，超潮的。你们不觉得听完这个设定之后就很想抽吗？然后之前就是被我朋友讲这个设定给烧到，因为他们讲说，不就南亚瑟吗？南亚瑟有什么想抽的？然后看完这个设定，好潮，好潮。他跟阿尔托利亚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没有咖喱芝麻，他就一样红魔放质感，然后他的咖喱芝麻那一招改成一个对巨型特攻，然后他有补20 NP 啊。但我觉得他的技能真的不是重点。机能真的不是重点，这个真的很重点是他这个宝具真的很潮，哎，这么潮的宝具抽个宝具就行了，不能只有我被推坑啊，你们也要被推坑才行。好嘞，来啦，介绍完啦，潮到出水，今天一样最多就是三单好不好，最多三单，人家抖我也不会加，但是我加一个条件啊，之前大家都说我抽到然后蓝猫很惨，然后我都不给蓝猫欧气，假如，我今天第一单抽到，我后面还剩两单，我就抖一单给懒猫，抖一单给灵醒。那如果我抽完两单还剩一单，那我那一单就给懒猫，好不好？可以吧？这样可以吧？不要说我都自己在爽，然后不帮我的好朋友。如果我能帮的话，好不好？这三单其中一单我想分给他，好不好？当然要看今天的命运，好不好？这不是我能决定啦，命运决定这一单会不会给懒猫。我已经很够意思哦，我两单的话有两多两单的话，一单是给零星，一单给懒猫。那如果剩一单的话，我会给懒猫。看，我这已经很够意思了吧？我还不是说直接给零星，到时候被我家那个打。为什么是给懒猫不是给我？妈的！好啦 ，keep 啦。哦，对对对，这次的礼装很棒，我还想抽这次的礼装。我觉得我每次都很喜欢他情人节的这个礼装的梗，跟那个费奥纳行动，费奥纳骑士团的那个，他们就说，我们要来华丽的拯救世界。我觉得这个很有梗。这一次的五星礼装，我自选的话啦，一定是。啊，没事，大家冷静好不好？我确实没有罗摩啊，对，我刚要讲，我想要的话，我就是要这张自选，我一定会想要这张爱德蒙卡扣伊，我觉得这张很可爱。短暂的休息，今天怎么有点假假的啊？今天就都帅哥啊，很多也都我喜欢的。哦，这张也不错，卡美洛咖啡店。
哦，这张也来了啊！我有新的，我都想要的那个。这张很帅，我觉得。小恩跟贤王，武装会比较好抽啦，武装会比较好抽。哎，没了，你看，没啦，不是我能决定的。帮菱形 QQ， 菱形拜拜，没办法，菱形的一单没了。那接下来是蓝猫的，然后都没有抽到就再见了。好了，你看。制裁来了吧？我有没有说过这个游戏没那么好抽？制裁时间到了，好呗。嗯，圆桌牛郎团，我有没有说过制裁今天会来？女装都那么欧，但我没抽虫者啊，还好啊，我没抽到五星啊。女装还好，不过分吧？连女装都要干我。懒猫看来是，我才准备说懒猫看来是凉了。兰斯洛特骗你，没事没事，是兰斯洛特啊，吓我一大跳。好啦，洗洗睡，蓝猫，不是我不想帮你啊，是运气不帮你啊。哎呦，快跟懒猫道歉，给我跟懒猫道歉。好啦，不行了啦，这个灵压，这是就近给我的那一张呼符。好啦，撤离，没办法，懒猫，不是我不帮你啊，懒猫，不是我不帮你啊。好啦，我制裁降临啦。我有没有说今天会制裁？再不相信制裁啊，你们哈？这个游戏是一个相信一个几率的游戏啊，是一个统计游戏。当我们抽数达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，它最后就会平均几率接近1%，你懂吧？这个现在就在平衡我之前的抽卡、啊。是你在制裁懒猫吗？怎么我在制裁懒猫？在那边乱讲，怎么我又开始了？我只在陈述一个事实而已啊。挖矿理论有没有听过？一个著名的理论啊，叫挖矿理论。我们现在就是要继续把这这个几张？四张，看、抽不到啦。洗洗睡，该洗洗睡了，真的洗洗睡了。好了，抽不到就见。宵夜账没有抽到什么宵夜账。对啊，今天这样是在宵夜账没错啦，我们的夜账都在这里。这就是之前的夜账，这一次就是真的宵夜账。好了，我们只能等就见复刻了。海底捞，越，上次刚才抖一单没有，我们就是干爹抖了，我们也不多抽，我讲过。反正我现在就是顶多只能抽三单，不行哦，最近真的不行了，极限了。好了，制裁降临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发现有贝德维尔啊！一二三四，哦，有贝德维尔，我超想要贝德维尔，看还好我抽这次超赚。斯巴拉西，小贝，你有宝具强化了，好吧，没关系，今天旧件没来，但我们来了小贝。这个一二三四五五张，完美。埃德蒙，刚好缺一，完美。完美。什么再一单？啊？想骗？三单没抽到就件，制裁结束了，老公。最近穷穷的，不行啦，顶不住啦，好不好？今天就开到这边，我的人还要工作，今天我们不会开太久啊，大家今天先到这边，各位同学，拜拜。